嗨，穆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奶茶呢？来，你点奶茶。嗯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挺好喝的。其实巴黎香榭在那旁那家手磨咖啡也挺好喝的，但这个也还可以。你什么时候去过巴黎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以前周末随便订一张机票，然后蛮无聊的，早知道还不如在家游泳。什么时候家里又有游泳池啊？哎呀，我编不下去了。你居然不知道凡尔赛文学？啥？哎，不懂我就跟你说嘛，凡尔赛文学是指要不经意间透露自己优越的日常生活。I see what you mean。 那举个例子来。我每天都和你在一起啊。孟老师，有事不能瞒着你啊，我要告诉你。咋了？打我。你疯了？哎呀，快点！哎、啊，从下往上打，我脸都硬了。你疯了？哎呀，我无聊。Boys never grow up。起来吧，起来。干嘛？起来嘛。哎，你干嘛？打我！哎呀，我身子就没意思了。啊，疼啊！哎，能、啊？重一点。啊，能、啊。感觉莫老师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过来看一下，你待会儿哪些衣服要洗，我一块洗。哎，没事，你先洗你的。那你待会儿洗的时候就要分开哦。好的。哎，穆老师，你衣服都洗完了？对啊，待会就去晾。那你鞋子脏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去洗？我看哪脏了？哎，就脏了吗？你疯啊！待会又要重新洗。这样，我有个更好的办法，可以不用重新洗。你点都不靠谱，我不想听。哎呀，你必须听，你不听这样我很难办、啊。那你说看你有什么保障办法？哎，问得好，保障办法就是你可以在德芙上买新鞋。我就是。哎，你看。这上面都是正品潮牌，款式超多，现在还有优惠呢，怎么样？这么好、啊、那你给我买双一样的呗。啊，全部都在你那儿吗？哎，话不能这样说， you choose it。 你在干嘛、啊、把我的鞋拿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样我们就一样了。我对你有何取决你不所以。今天我终于发现穆老师长胖的秘密，到处都是他藏的零食。平时还是自己吃零食，看我都给他藏起来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孟老师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这里有点灰灰。你们昨天才打扫了吗？啊、哦，对，瞧不起积极性。孟老师，你又在找什么？我找焦安。你焦安在衣柜里找啊？不会，不会，哦哟，你不会是在找这个东西吧？啊？啊？谁的？不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哦，那拿去丢了吧。又怎么了？翻了，宝贝。